风潮是由韩栋、宋轶领衔主演的年代谍战剧。该剧讲述了在20世纪暗流涌动、多国势力焦灼的上海，罗兴明带领顾盼不断追求正义，为了国家与民族，毅然投身革命事业的故事。1933年，青山军校特工顾盼被恩师仆从秘密安排只身一人去完成暗杀任务。顾盼负伤完成使命，却遭到仆从陷害，身陷囹圄，绝境中被我党优秀战士卫东解救。欢迎加入风潮。在卫东的指引下，顾盼历经考验，进入秘密组织蜂巢，试图查明自己被陷害的原因。抽丝剥茧之中，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。顾盼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，逐渐向红色革命靠拢，以海马为代号化身共产主义战士，与卫东成为搭档，最终摧毁蜂巢，破获日军的暗日计划。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哟，谢谢观赏。